今年112年清明连假人潮满满，历史业正夯，台南也涌进450万人次的旅客。有网友在网络上反映，清明节连假期间，一个人佚佗台南两天一暝，开了13000块，感叹国旅花费真香。为此，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特别推出2天1夜。一个人旅程增加活动，并于今仔日4月11日举办记者会，由台南市长韦德宣布增加活动开跑，表示今天非常高兴哈，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超值能够来玩翻台南。前一阵子有人说，一个人来台南过了2天1夜，这个花了13000。那虽然感谢他来台南，不过对于他不懂得怎么玩比较超值，我觉得是蛮遗憾的，所以说要教我们的网友，教我们的好朋友，教我们所有的台湾的好朋友怎么样呢超值玩。而且哦，如果能够提出这个最超值、最省钱，而且最好玩 CP 值最高的玩法，我们就送你13000。那希望说各位，我们公开的征件，欢迎大家一起来，能够带给大家。其实台南的观光旅游已经很好，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自满，只是要告诉更多的好朋友，其实你的钱还是蛮宝贵的，如何一块钱当两块用，如何能够花少钱又等能得到大享乐大乐趣，那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欢迎大家来玩翻台南，不用13000哦。观光旅游特别推出我听你超值玩翻台南旅程增加计划，结合奖金内容的网络平台办理增加投票活动，收件时间自今仔日起到112年5月7日。有兴趣参加旅游达人，只要以一个人新台票13000为上限，规划结合台南景点打卡地标、美食人文、节庆等主题，二日游自由行程，就可以参加增加投稿活动，总奖金的达到40000块，第一名会当得到13000块旅游基金。以上是独播网新闻网报道。